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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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Padme Hum.所以你看看地藏菩萨问了多少个问号，很多个问号。接下来释迦牟尼佛就针对一个一个开始答。第一个问号就云何此佛国尽会损尽会恶损尽善，在第十九页第十九行，第一个问号。对，释迦牟尼佛就开始从这个问号，他前面地藏菩萨是用很多的偈颂啊问了很多问题啊。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就开始答，请看下面。所以转法轮是有很大的功德，请看幻灯片。破烦恼转法轮，你要了解佛法才能够破除你的烦恼，你才知道修行的方法。所以现在看到的幻灯片是在西藏传统大殿会用金银珠宝做的最庄严的，叫法轮。在南传佛教，大家知道南传佛教里有四种东西象征佛陀。南传佛教的确，阿含经里面佛曾经说，为了要不要增加众生的执着，南传佛教是不可以雕佛像的。以前阿含经里面真的这么写。所以为了呢，后来圣弟子就问佛陀，您的教诲很甚深，你不准我们刻佛像，那我们总可以有象征的意义纪念你讲的佛法吧。佛陀说可以，答案就几个。第一个菩提树叶，第二佛的脚印，第三个法轮，第四个舍利塔。我再讲一遍，第一个佛的脚印，第二个菩提树叶，第三个法轮，第四个舍利塔。这四种图案象征着佛的法身慧命。到了大乘佛法，大乘佛法要讲行菩萨道，要积无量的功德，就开始要发心造佛像，建寺庙，供养出家人。所以在这所有当中呢，要大转法轮的话呢，是被允许的。所以允许当中呢，就开始造佛像。所以在大殿庄造佛像的时候呢，大家就会用最好的东西金银珠宝来供养。到了金刚秤，你看这就是用中国的珐琅彩而烧的法轮，上面镶满了各种金银珠宝，是我在西藏佛教寺面所拍到的法轮长转。下面请看，这是2004年我带朝圣团去五台山，孟参老和尚亲自送我他供养多年的铜鎏金的法轮长转，里面还装藏。好，我非常感恩老和尚。这张法轮呢，现在就供在桑叶精舍，也希望我这一生能够成佛威神之力，大转法轮，利益无量众生。所以转法轮是有它的象征意义。好，讲到供佛，注意听，我现在想到地藏法，很多莲友都说我们要供香花灯果烛，对不对？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修地藏法门也可以供一样东西，医药。各位不是常常有吃维他命吗？有吃了很多药，对不对？又是补脑的啦，补肾的啦，补心的啦，补一大堆的，对不对？这些药你可以还没有开罐之前，你买来维他命可以供在佛堂，就像供香花灯果烛一样，真诚用医药供养，供养佛菩萨，你也会得到健康长寿的果报。这是这次地藏法门里面我要强调，你平常买维他命买回来，你也可以先供佛，供完一天，从今天供，供到明天中午，然后呢，你就可以拿下来，然后就可以吃，没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医药布施的供养。你看，我们供香花灯果烛，其实佛菩萨没有吃啊，但是你种不同的因，会得到不同的果。比如说，你供花得到相好庄严，供医药布施的话，供佛菩萨你也会得到健康长寿，尤其是供地藏菩萨或观世音菩萨。这也是最简单又不花钱的医药布施的一种方法啊！这在地藏法门里面是非常的殊胜的一种方法。好，接下来再看几次再答丙一，菩萨通达法义，请看佛告善哉善哉，佛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善男子，
您地藏菩萨以及在过去克茄沙等无量世界呢五浊时的时候，其实你这个问题已经问过无量无边像克茄沙数等诸佛啊，其实你知道答案了，你会这样问你也知道这个答案，但是为什么呢？你已经啊如是呢所对于所问的法义啊已经通达了。他今天为什么要这样问？其实地藏菩萨是慈悲站起来，因为要有人祈请释迦牟尼佛才会讲经说法。佛是圣者，他不会呢，除非特殊状况，佛才会主动无问自说。没有人问呢，佛他是不会说的。一般请法的理由都是会要有人祈请，所以中国保留这个很好的丛林请法仪式啊，像第一天请法的时候要钟鼓齐鸣，护法居士拿着香案，然后请法师身坐说法。其实这是很好的仪轨，代表你虔诚的心。不过大会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省了，不用，因为什么？这会花太多时间。现代呢是比较讲效率的，对不对？啊，所以古代请法是弟子要虔诚请法，佛才会转法轮。所以释迦牟尼佛对地藏菩萨说：“你已经对如是法义啊，其实你已经知道以作取劳，你已经呢修到那里了，而且你会善巧通达。”你已经圆满了众生六度万恨，到达对岸的彼岸，而且你得到了善巧方便的微妙智慧啊！请看幻灯片，善巧方便的微妙智慧是很重要的。就像我刚才回答一样，你遇到你的莲友，他不接受因果报应，你要有善巧方便，去讲他、劝他、鼓励他，而不要动不动呢就拿因果报应来压别人。这样的话呢？没有一个人会欢喜的。好，接下来看照片。所以佛有广大的怨恨，这个是西藏的壁画啊。右手佛右边第四天拿法轮，左手大梵天王拿金色的法轮，一个是白罗，一个法轮，请佛来讲经说法。然后你看佛讲经说法的时候，有声闻众、菩萨众、天人众，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西藏的寺庙是比我们大乘更重视壁画，因为他把很多的佛教，以前我们大乘佛教也有，现在比较少，就是寺庙里面画净土的变文图。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个地方是修东方药师道场的话，他墙壁就是画东方极乐世界的经文变文图。他假如他这个地道场是修西方极乐净土，他就画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经文变文图。所以以下的照片是我在菩提迦耶雪谦寺顶沟法王的寺庙而拍的，全部是用金粉画的壁画，非常庄严。佛陀为一切众生说法，他目的为了什么呢？丙二立未立无量有情，请看二十页第十五行。为令成熟一切的有情，令一切的众生得到利益安乐，为令一切菩萨摩诃萨得到善巧方便圣行，圣行就是修行呢非常的好，很 正派的正知正见的行为。福藏师等，福藏就是呢开启众生心中的宝藏，师呢这是指布施等六度波罗蜜啊，师等里面他后面没有写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六度波罗蜜。接下来为了就是要成熟一切有情，希望一切众生呢能够达到圣行一切智，顿号智。好，前面的呢一切智，这个不要打错字，这智两个字不同，一切智是指根本智，你写树根的根，华严经讲根本智，善财童子五十三餐，第一个餐文殊师利菩萨就叫根本智，叫一切智，顿号后面的那个智叫什么呢？后得智，后面才得到的，前面叫根本就拥有的根本智，后面叫做后得智。这是华严经讲菩萨有两种智慧，所以这边是圣行一切智顿号智，它不是打错字啊。功德大海素圆满故，为了转一切的刹帝利王诸报行故，使他们不入堕入三恶道而堕入到三恶去故。好，刹帝利我解释一下，佛在印度有四种姓，看这里，第一个婆罗门 Brahma， 第二个刹帝利，
第二个婆罗门、刹帝利，然后还有忘记了，糟糕，有四种姓，最后一个是首陀罗，是奴隶。好，抱歉，没关系。婆罗门他可以当祭司，刹帝利呢，哎，就可以做文武百官或商人，一般的人呢，就是普通的人民。最后呢，是首陀罗，就是奴隶。注意听，在印度这四种姓啊是非常清楚的，是不可以坐在一起的。奴隶就是坐地上，你不可以碰到主人的身体，你碰到主人身体就被杀头的。所以在印度啊，是很多众生是不平等。你想想看，释迦牟尼佛刚诞生在印度那个时代，不要想这个时代，在那个时代，佛呢是这个贵族出身，对不对？他是刹帝利。哦，不是，佛是婆罗门出身，对，他很尊贵，是婆罗门。他作为太子，可是呢，他对其他的众生都很平等，他对佣人啊，或是奴隶啊，都很平等，而且他可以接受奴隶也来出家，在印度是破天荒的。我常说笑话，是佛教的民进党，在台湾是绿党跟蓝党，就是说他是很改革派的，几千年的这个印度的四种姓制度啊是不能被改的，一直到甘地，注意听，甘地也要破除这种姓制度，可是呢，像婆罗门跟刹帝利贵族啊就会反对甘地，为什么？我们是贵族学校，为什么一个奴隶要跟我一起，我还跟他做同学？你知道吗？有很多是呢郊游啊，自己自杀而且火焚的，所以也就是说。这四个种姓当然也不能通婚，婆罗门就跟婆罗门结婚，刹帝利就跟刹帝利结婚，所以刹帝利里面有些很有福报，可是脾气很不好，所以叫刹帝利王，诸报恶行。如果做刹帝利呢，又当了国王，甚至伤害人民的话，那所有众生都会很苦。所以这个他是要讲的四种姓制度的其中一个叫刹帝利王。好，接下来再看。好，现在时间差不多，告一个段落。好，我每讲一个段落就会介绍图像。好，现在来看地藏菩萨。昨天我介绍过印度式，对不对？印度早期造型的地藏菩萨。地藏法门事实上在印度刚开始是不太弘扬的。传到中国，请看最早期二三世纪在石窟里面的壁画，地藏菩萨是长这个样子的。好，他的头巾是全部戴杠。注意看，这时候地藏菩萨并没有带五方宝冠，就像呢，这个有点像回教徒人，就这样包一个包巾，然后上去。地藏菩萨他有拿锡杖，也有拿摩尼珠，啊，这是中国早期。所谓中国佛教早期，就大概魏晋南北朝传到唐朝，在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的时候，大概第二三世纪的地藏菩萨。接下来你再看。中国早期地藏菩萨，好，可能今天没有时间，明天我会介绍地藏菩萨与十殿阎罗王，大家都知道，啊，很多人有些人看过十殿阎罗王的图，但是师父要先告诉你，十殿阎罗王是地藏法门传到中国，佛教与道教结合以后才会有十殿阎罗王，为什么十殿阎罗王？待会看到。十殿的阎罗王是中国历代的王，第一个秦广王，第二个什么叫楚襄王，是吧？这个在印度没有，所以从真理的角度来讲，注意听，不是说十殿阎罗王经你不可以相信，而是它是佛教跟道教以后结合的。我在台湾到了乡下，民间宗教也有供地藏菩萨，它旁边就画的阴森森的地狱，对不对？然后就画十殿阎罗王图，其实有些是佛教，有些是道教。从哪里看呢？从这张就可以看得到，早期二三世纪的时候，地藏菩萨是长得这样，男众像，很庄严。这时候你看到吗？他光头的，一点点头发，对不对？他也没有戴头巾的，没有咯，对不对？他拿锡杖跟摩尼珠。那旁边呢？这些是文武百官，或是王公贵族，也有天神，也有十殿阎罗王，听他说法。这是最早期的，后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佛教跟道教融合以后，十殿阎罗王图也都会变，啊，你看，到了中国佛教早期五六世纪的时候，当华严经升起的时候，地藏菩萨在华严经里面也是个大菩萨，所以你看到这个地藏菩萨他骑什么？
有点像观音菩萨一样骑龙，对不对？看到了吗？对不对？旁边呢有第四天大梵天王、天龙八部，还有全部的呢像中国呢朝拜一样，像朝拜皇帝一样，拿着这个一个牌子来听地藏菩萨讲经。所以这是早期，大概到唐朝的时候，华严经兴盛的时候，华严经的图像也会影响地藏菩萨的造型。好，再来看到了毗卢遮那法会的时候，地藏菩萨就变这样了。所以是中国佛教五六世纪的。好，你再往下看，这张地藏菩萨的下面两个有拿一个那个好像戟一样，有没有？两个护法神站着，对不对？站着呢，你会发现他们是动物的头，人的身体。所以早期的时候并不是韦陀跟伽蓝。那地藏菩萨一直在发展发展，发到中国，我刚刚讲道教跟佛教会相互影响，影响最后呢，现在的地藏旁边是什么呢？各位你们知道吗？地藏菩萨旁边有一个什么敏公长者，还有一个什么木莲尊者，那个是很久也要中国宋元明以后才有。看这张图并没有哦，木莲尊者也没有敏公长者。所以佛教的图像历史演变的确，佛法在不同国家，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它真的会影响，它真的会演变。那你会说，师父这样会不会变质呢？我觉得从世俗地来角度讲，文化会变质没有错，可是圣义地来讲，地藏菩萨讲的经论戒定慧或五戒十善是不会变的。过去佛如此，现在佛如此，未来佛呢出世的时候还是修五戒十善的。好，接下来看未令无量有情。好，讲了一半还没讲完，最重要的呢请看二十页第十八行，未令此土，此土此娑婆世界，请做个记号。三宝种性威德炽盛，久住世间故。也就是说，三宝能够真正住持在世间，这是在家出家弟子修地藏法门或修大乘佛法要发愿的。对，我最近有一个很大的苦恼。什么是苦恼呢？我看到很多老和尚都要叫我收徒弟。孟山老和尚也叫我，你要收徒弟啊。碰到另外一个呢，你要收徒弟啊，法师你要发心啊。这个是我很大的苦恼。为什么？因为我不太想收徒弟，对不对？现在徒弟很难教的了，对不对？现在徒弟，第一个老实说时代不一样，对不对？第一个，师父一个礼拜有几天放假？二，你要不要买电脑给我？第三，要不要买 iPod？ 师父你出国去新加坡要不要带我？对不对？现在年轻人都是这样子了，年轻人好像呢，我不是要出家，我要布置好叫他来搬家。然后现在徒弟也不像我们那个时代的出家人，一出家呢，哎，所有东西要磨练，就第一个到哪里，到厨房去磨练，对不对？修福修慧啊。现在的假如呢，我收了徒弟以后，不论在家出家，他闹情绪的时候，我煮饭给他吃，徒弟啊，不要闹情绪，要吃饭，不然你得忧郁症了，我还花一笔钱送你去医院啦，是不是？所以时代不一样，我真的很苦恼。师父最近真的在想这个问题。我43岁了，我不知道我会活到多少岁，不要活太久。好，虽然活到80岁的话呢，我还有一半的话，请问，我有一天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呢？我若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谁帮我讲阿弥陀佛48大愿呢？谁帮我讲显密圆融的观音法门呢？可能很难吧。所以人才是要培养的。我们佛教徒不管在家出家，你要得到一样的成果，你都要去种因。举个例子，你现在想吃西瓜，当然新加坡很方便啦，就是买钱嘛，出钱买西瓜。可是如果你在乡下的话，你就要去买西瓜的种子去种。假如你不种西瓜，那你每天看着你的土地田，请问冬天会长出西瓜吗？是什么瓜都长不出来的。我讲的是佛门也是这样，在家出家你要得到一个成果，幸福也是要去你努力才会得到的，快乐你要去努力修持而来的。你要有一个幸福的家，你也是要用心去关心你的家人。同样的，一个出家好的僧团也是要用心去栽培他、教育他的，否则很难出人才的。
人才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当然文殊普贤观音菩萨他会承愿再来道洽慈航，但是他也要身在一个正法的僧团好好培养他的。所以我多说几句啊，以前早年啊，居士们都喜欢做功德。什么会做功德？第一个盖庙，第二个做法会，水陆大法会超度你都愿意出钱。慢慢慢慢居士呢，台湾佛教、新加坡佛教，新加坡佛教经过40年，台湾佛教经过50年了，这样子呢，现在大家才会做教育文化跟慈善事业。你得种这个因，佛教才会出人才。所以若遇到政治政见的师父要去留学，其实你应该随地护持。不瞒各位说，以前我得了奖学金去留学，其实我也很担心，我得了一半奖学金，法鼓山护持我，很多信徒都问师父啊，那你一定有大护法吧，对不对？你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大护法。我说没有，我有一个最大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对啊，真正要护持啊，出家人去留学去深造，很多人老菩萨都不愿意。再举一个例子，我在台湾也说过这个例子，我对了一个居士说，哎，我们商业精舍有做网站，现在是在科技时代、一时代社会，我没有愿力要去盖这个硬体的庙，因为已经太多了，缺的是人才。可是全世界呢，在发展的是电脑跟网络，当然有些教法不一定在网络上可以学习，可是这是趋势，所以我就发愿做无形的网站。那商业精舍的网络基金啊，是最少人捐的。注意听，我不是要跟你化缘，是不是讲我的故事？怎么样让三宝永驻世间？你种福田要种对因，才会有结果。结果我就问一个莲友啊，他很有福报，来亲近我，然后我跟他我说：“老菩萨来，师父啊，吃饭啊，我有话跟你谈。”我说：“你很发心啊，也很虔诚精进啊。好，最近呢，商业精舍网络基金比较少啊，你能不能发发心啊？”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师父，网络哪有功德？都是色情网站哎，我小孩子都看 A 片，看到天亮的嘞。这样愣了一下，阿弥陀佛，我就不再讲话了。事实上网络有很多色情的东西，但网络也有很多好的东西啊，对不对？可以告诉各位，全世界不景气，美国第一个最大的行业是什么？色情行业啊。全世界多少的色情杂志、色情的 DVD 光碟，各式样。为什么人要？因为呢，大家欲望需求啊，对不对？可是呢，他看不到网络也可以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就像我讲，早期只要建庙，对不对？做水陆法会他才功德，捐个柱子上面一定要刻他的名字，不刻他还不捐钱。接下来呢，会做教育文化慈善事业，可是真正护持出家人去参学啊，有很多人也不愿意。还有要护持网络基金，很多人认为呢不愿意。时代一直在进步，当然要三宝正法住是有很多条件，但最难最难是什么？人才第一，尤其是修持与正悟的人才。凡夫僧也圣贤僧啊，也是从凡夫僧而修的。所以各位在家居士，你说护法护法护什么法？回去好好想一想 Q&A 吧。护持正法尘，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第二卷里面呢，第二品里面十轮品后半段中间就有讲到护持正法尘。现在师父可以刺激你想一想，所以人才是最难的，所以这是我一个大烦恼。我不知道我这辈子会有没有这个福报，如果往生呢，弥陀佛国的时候，是不是还会培养一些人像我一样，有这样子纯正的道心，无所求的不疲不怨的吃苦，到全世界弘法？那也要培养人才，所以你不要小看各个新加坡办的儿童佛学班、青少年的佛学班、大专的夏令营，我们都应该随喜布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不要想，哎呀，那小朋友关他没有事，我是老菩萨了。你不种因，你怎么会有好的孙子到你家来投胎呢？你真的要去种因啊！你也可以发愿求地藏王菩萨，希望我把媳妇生的孩子呢、孙子呢、孙子呢，都是呢佛教徒来投胎。你虽然发愿，可是你也要去种因，这样佛教才会代代出人才。而且遇到好的人才，要鼓励他，不论在家出家，不要去呵斥他。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子佛门才会有希望。所以我终身感谢过很多很多的善知识，我也感谢过圣严师父。若他没有创造法鼓山，老实说你今天也看不到我坐在这里用各种方法来讲经弘法。师父的讲义也是学术训练过的， PowerPoint 呢我也学过，我不断在学习，所以重音啊是很难的。所以常说的一句话，很多人都喜欢呢锦上添花，不愿意雪中送炭。所以要让正法永驻于世间，是要大家发愿的，不是只有一个人。请看下面，复问如来如是法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即吾小节为然世尊，愿乐欲闻。那地藏菩萨就做一个小节说，当然释迦牟尼佛，今尊贵的释迦牟尼佛，我非常的欢喜，我很一心一意恭敬听你的开示。接下来看甲二正中分分三，己一总说分二，丙一愿力成就十轮。尔时佛告地藏菩萨摩诃萨，善男子，诸佛如来由他本力故成就十种佛轮，这十种佛轮就从十善业道开始去种因。当他成佛的时候呢，注意听，十善业道是以人间称的因而说，成佛的时候这十善业道呢就成为十的佛十种轮。这十种轮呢可以自利利他，而且可以降服外道，住持正法，讲经说法，广度众生。举个例子，若因地里面不杀生，你得到健康长寿的果报，那你生生世度众众生的时候，你成佛的时候就会得到嘛，眷属圆满，你的佛国土有无量海会佛菩萨，了解吗？然后呢，你假如因地里面修不邪淫，勤修清净梵行，生生世世你就会有正好的品德，等到成佛的时候呢，你的所有的眷属啊都得到清净梵行的功德。所以他种什么因就会得到什么果。所以这十轮呢是因地是配十善业道经而说的。所以很高兴大会最后一天好要出场的时候呢，会送给每人一人一套十善业道经，希望你回家好好听。因为十轮是佛的功德，可是因啊要修十善业道。请继续看，佛就是因为成就这十种佛轮，居此佛国土，纵使在五浊恶世的世界里面呢，一切的有情呢都会退没一切白净善法，而且缺乏所有或是七圣财宝都远离一切的时候，佛的功德力会让众生呢善法增长，七宝圣财增长，一切没有匮乏。他是先说哈，请看幻灯片，居此佛土五浊恶世，这是一个段落。接下来他想众生啊退没一切的善法，七宝圣财都一切远离，接下来呢佛就会用愿力去改变这种不好的情况。好，接下来再看聪明智慧，而且佛他的智慧非常的高，所以会那众生呢对不起，这里是讲众生，对不起，所以有些众生啊是非常的聪明，有些的众生是有智慧，可是有些众生啊常常被那个断见跟常见像网子一样盖住，你知所复辟。就像我刚才朋友一个呢，他就不相信过去呢自己是日本军阀，一个人呢法国的人呢他就不相信人有轮回啊。像这些断见跟常见呢，在这个世界上呢不学佛的人很多是这样想的，而且这些人呢贪嗔痴非常的炽盛。请看下面，常好称欲，诸恶趣奢。称欲就是呢骑着以现代化来就是开车，常常看呢不好的这个跑车，造贪嗔痴三恶道，最后就堕入恶趣里面。对于后世的恶苦他不相信，而且不愿意接受，也不会感到恐怖。那心中呢常常处在呢身心非常粗重，而且聪明了充满了无明跟黑暗的世界里。接下来常常具足十种不善的业道，
造了五无间罪，动不动呢就毁谤佛法，说佛法没有用，也毁谤贤人圣人，很多的善法也不愿意去修，常常经具足了恶念，所以所表露出来的行为都是具诸恶法。这是告一个段落。好，再让我讲一段，告一个段落，我就回答问题。我都不回答问题，好像有些莲友会不太高兴。请看丙二哦，接下来看地藏菩萨哦，好，没关系。好，接下来刚才讲啊、哦，刚才讲，佛教传到中国，对不对？好，接下来到了宋元明的时候，地藏菩萨最有名的是这一张，你看，地藏地藏，中国的山水古画。然后地藏菩萨呢，还身上挂满了金银珠落的宝状，璎珞，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然后呢，哎，非常的宁静，他披着袈裟，注意看，他的袈裟是绿色的，那是因为他画的这个图啊，为何配山水画？可是这张地藏菩萨是真的很庄严很宁静、啊、就是配合呢地藏菩萨甚深禅定像，早期呢在东南亚呢也是很流通的，可是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喜欢这样吧， old fashion not a new fashion。 你不要紧张，我后面会给你看现在造型很酷的地藏王菩萨，对，因为要先度现在年轻人嘛，对不对？好，接下来再看那地狱里面呢，啊，众生造五间恶业，所以常处片众无明黑暗。所以你说，当我们人死的时候，这些黑白无常从哪里来的？其实从你的心跟业力而显现的。没有一个人故意创造一个黑白无常来管你的。那你甚至听民间宗教说，我们人死的时候有功德簿，上面还有功过格，对不对？那其实也是由你的心显现的。佛经华严经曾经说，我们人的肩膀左跟右，右边有一个善神，左边有一个记录恶神，你一辈子做什么他都帮你做记录的。华严经里有讲，我们你看不到，但他就是在你左右两边，不管大跟小，不管别人看不到，你自己看得到。所以你做过的好跟坏，好的呢就帮你记，比如你今天读普贤行愿品一遍、嗯、他就帮你画押，明天读两遍画两个押，读三千遍多画一点，右边会帮你记。这是譬喻说了，你今天呢发了一个脾气，起了恶心，公婆吵一次架，画叉叉；今天杀了一个乌龟，画叉叉。真的，当死的时候，这些就像录影带，一打开来呢，你哑口无言，通通都是证据。所以了解这个道理，才知道因果是对自己的行为要负责任。而这个好跟坏所显现出来是什么呢？就是黑白无常两个人。所以临命终的时候，你会看到，哎呀，糟糕，黑白无常来接我。其实那是你的业力显现，新的意识显现的，知道吗？所以《地藏经》里面有说嘛，临命终的时候，你如果看到过去的祖先来接你，要不要跟他去？不要，那是冤亲债主变化来诱惑你的。可是你无法判断，那时候你可以念地藏圣号，我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那他呢都会得到利益，就会消失。再来看地狱所有的猛火，二十四小时都在烧啊，那代表众生的贪嗔痴之火。这个我在净明佛学生那一场里面也讲了这个幻灯片。好，所以地藏法门跟观音法门有很多是相通的。好，接下来再看那六道轮回这个根本的烦恼在哪里？还是在三毒。三毒烦恼中间的贪代表鸡，嗔代表蛇，痴代表猪。好，所以修行你要讲讲调伏你的内心比你战胜外面的敌人、啊、还是更重要的。所以学了佛你要真的在心力上好好用功。刚才又说你心里所做的行为你看哎，没有人看到，其实天知地知你知佛菩萨知。假如呢你又听过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莲池海会佛菩萨，你看他说你看这小子又在打混了，继续造业了。那你所造的善恶业呢，旁边呢有两个神，一个善一个恶，他都会帮你做记录的。当然这也是由你的心所显现的。好，接下来看祸业苦很重要，这是今天我要讲的。众生迷惑，接下来造恶业，再来受苦。听过的人请专心听，没有听过的更用心听。
我们众生就是迷惑 delusion， 对不对？我前几天跟你讲，你可以拜地藏菩萨，你有迷惑啊。地藏菩萨，为什么我生病这么多啊？那你就拜吧，拜地藏菩萨，让你看到你过去世，你就知道哦，原来啊，我今天呢、啊，这个得了呢什么癌症啊，原来是当时造了什么恶业，你就会心平气和的去接受。今天呢，我会被人家欺负，那一定过去是有因缘。所以第一个，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因为你心中有迷惑 delusion。第二个就会造恶业，人家骂我一句，你说不学佛的话，我就骂他一句。他欺负我，我就报复他。那冤冤相报何时了呢？你就会继续造业。这里的造业包括身口意的造业，有造善业，也有造恶业。那一般都是叫造杂染业。好，接下来就受苦了。受苦了呢，对，有身的苦，有心的苦，有很多很多的苦。好，受了苦了以后，你再不甘心，就继续在造业，所以就或业苦，或业苦，或业苦，这就是轮回。所以轮回从哪里来？注意看前面来看，这些地狱从哪里来？没有人审判他，也没有人创造一个地狱受苦。地狱啊，是你自己造的业啊所显现的。比如说你喜欢常常杀鸡杀习惯的啊，到时候呢你就掉到地狱里面，你就是被人家宰割啊，是不是？一切都是由你的业所显现出来的，没有人是陷害你的。这个要了解这个道理，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人真正要解决或业苦啊，或业苦，你啊好注意听，上根性的人从迷惑的地方下手，就像在座各位源于学习佛法，听闻佛法，从知道道理。中等根性的人呢，不管他有学佛跟没有学佛，你就劝他不要造恶业。所以不要造恶业，就要受戒。持戒，你才会控制自己不造恶业嘛，对不对？举个例子好了哈，比如说现在放一个木鱼在这里，你觉得很好。如果没有学佛之前呢，你一定哎呀很漂亮啊哈，没人看到，我就拿来玩一下嘛，看一看嘛。想一想呢，你可能也放回去了。有些人比较贪心了，哎，这个木鱼不错，我要去卖的话，一定很好接，啾，他就放进去了。你看，你就顺手牵羊了。你有这样的习性，为什么？这就是偷盗的习性。那真正受了戒，告诉你不要造恶业，你会有什么好处呢？当你受了戒，不管是五戒、八关斋戒，或是出家戒律，你就会告诉你。不予取未之道，也就没有经过人允许，拿了就叫偷盗。看这里，比方说这个木鱼是放在桌上，你看不到有花档。现在呢，你拿了，不管你有什么好念头，离开了原地，这就叫偷盗。所以当你有受了戒了以后，你就会告诉自己拿，哎，不可以，这个不是我的，你手就会收回来，这个就叫做戒体。所以有受戒跟没有受戒，它的功德差别是不一样的。戒是真正保护你自己，不要伤害自己，也不要伤害别人，对不对？为什么要说不邪淫戒呢？那你就不会有外遇跟有第三者或是劈腿的事情就会发生啊。常常有很多老菩萨，尤其女众都会问我，师父，我老公呢就到中国去工作，对不对？为什么就会发生了外遇呢？当然这个你也很难过，师父了解，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的老公会，别的老公就不会啊？他一定有不同的果报。为什么你的老公会发生这样的 不好的行为，别的老公呢就是品德很好呢？是不是呢？当然他有今生的业，也有过去的业，所以你要去了解迷惑的话，你可以拜地藏王菩萨，而且要控制自己不要造业。接下来受苦的时候，不要再去抱怨或冤冤相报，而要把苦转为大悲心，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推荐一本书，在各地净宗学会你可以去请，由台湾江义子先生而画的地狱变相图。我刚才给你放几张图呢，也是从网络上 download， 然后由净宗学会把它集成一册，叫因果图鉴。可能有些净宗学会或许结缘完了，你可以多多再问问不同的净宗学会。哎，这是由净空老法师他们的净宗学会发愿呢印出来的，非常的棒。因为江义子是台湾画国画非常好的人才，他画过西方三圣，
然后呢，他把地狱呢按照佛经啊，一品一品的画，他也画过呢《地藏经》变相图，而且现在数位化了，很棒，有彩色的，所以可以让你知道说因果其实是存在的，它是由你的心所显现的。好，今天我讲经就先讲到这里，然后呢，我要回答一下下问题哈。所以明天呢，从21页第9行丙二转法轮正不退开始讲哈，明天从这里讲。那有兴趣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回去预习，这样的话你听闻佛法可能会比较理解一点。好，师父请问，我可不可以分三个时段在一天里诵完一部地藏经？我为了家人要诵49天，可以啊，可以啊，分时段没有关系，甚至你时间真的没有那么多，一天念上卷，3天念一部也可以。那你念完以后，建议你有空多念一些地藏圣号。师父请问，你前几天讲虚号必除，是过去什么业所造的呢？那做的是什么因或什么事才会有这样的果报呢？好，请各位翻开14页第24行，寿命所求如愿，寿命增长，虚耗必除，对不对？其实听好，佛法讲的呢，那你就说是不是犯邪淫者最容易被淡精鬼解神，鬼王吸走他的精气，这和这上面有关吗？还是两回事？我想你这问的问题啊，你是想了解虚耗必除为什么会产生。其实虚耗必除是很多因缘的，听好，佛法不是单一因或单一缘。虽然我们讲杀生会得到短命跟多病的果报，这只是概略说，但是每一个人的杀法不一样，有些人是很强的心就把众生杀死，有些人是心不甘情愿被迫的，有些人呢是不小心杀的，像或踩死蚂蚁，这样的心不同，得到的果报是不一样的。所以虚耗必除基本上呢，它过去是也不是造单一因单一缘。那你说犯邪淫会不会有虚耗必除？有些也会有，因为你损耗自己身体的精气神。还有一个呢，假如你在世是做一些那个专门下降头的，那来生你也会得到被人家下降头的果报，以及也虚耗必除。还有一些呢，就喜欢呢做那个灵媒体质，灵媒体知道吗？就是他动不动就可以感应一些幽冥界众生。他虽然人是活着是人，可是他比较喜欢跟幽冥界众生干扰相处做朋友。那幽冥界众生呢，他们都讲很重视气，所以你的气被吸光的时候，也会变成虚耗必除。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它不是单一因单一缘的，它是很多的因缘让你的身心的精气神都耗尽了，所以才会变成虚耗必除的。而且这样子的呢，是很难用世间医药治疗好。第二，师父请问，开始你曾经说过菩萨的造像站的是为了方便度众生，请问地藏菩萨入甚深禅定的时候怎么度众生呢？这只是比喻，不要那么执着。站的可以度众生，坐的他的心念力广大无边，千百亿化身，当然也可以度众生啊。地藏菩萨哈，我现在给你放的都是有坐的比较多，后面呢也会有站的。在敦煌壁画里面呢，他也会有站的，站的跟坐的都是用他的念力去度众生，这并不冲突。第二，师父，我们常常听到外教基督徒说 Thanks God, Thanks God, 就是谢谢上帝。那我们佛教徒念念都念阿弥陀佛，变现的概念一样吗？答案是不一样，因为阿弥陀佛是你自己自信中的佛性。 Thanks God, God 是指外在一个控制宇宙主宰的天神或造物者。那是不是我们也要像外国基督教天主教一向常常念 Thanks Buddha 呢？不用吧，你干嘛多此一举啊？有人问师父，这几天你的讲座会放在网络吗？会，我会建议，不过需要一点时间。讲完大会，我会建议他们可能至少要给1个月的时间给他们工作。假如呢，在10月
一号我来之前，你还要把听经再听两遍。我现在要要求你们，对不对？很多人是有头有尾没中间，当然带多很多莲友都全部听了，可是你要多听几遍，听完以后，后面的经文有些地方真的比较深，会讲到属习观，讲到十二因缘。师父不能永远在回答，师父请问吃素跟没有吃素的问题。那我觉得呢，这样子，对很多大众的莲友有时候不太公平，因为大众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所以要等到给流通的 DVD 要真的上网，起码要耐心半年以后吧。好，再答一个问题。师父，我有一个朋友在结缘念地藏经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昏沉，念完以后精神就非常好，半夜两三点都不会困。而我本身在静明听法师开示的时候精神还不错，但这边两上啊，晚上就很困，有点昏沉。结缘地藏行时也没有一品是 完整的，多半是在昏沉状态中，想到这样就不敢去结缘跟人家送地藏经了，请你多开示。不见得，我想你太累了吧。不要因为说念地藏经就会有幽冥界众生，然后就说哎呀，那我就不要去结缘。听好，我回答一个问题跟你类似的。至于你说在静明听的法喜充满，那在这边比较昏沉，我想你太累了吧，对不对？这跟经没有关系。那你会说，你要问，从此我们要不要发心跟人家念地藏经呢？要，地藏菩萨的功德很大，所以我觉得你这位莲友啊，不要放弃。假如众生真的需要你，而且你认识也有缘，你应该尽心尽力去帮他。若不能的话，你也可以在家里念。好，我公开回答一个问题。有很多人修地藏法门或助念会碰到一个问题，注意听，注意听，这个问题回答完就今天结束了，其他问题明天再回答。有人曾经问过我说，师父，我们去帮人家助念了，我刚开始身体很好，结果去念回来，我就觉得所有的精气神都被吸光了嘞，然后我就不去敢助念，然后我听佛友说这样会背他的因果耶。其实这样的想法都不太对，为什么？我先给你听，注意听，注意听，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你起慈悲心或菩提心去帮人家助念是好的，你要有正念。当然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师父没有否认，人与人都有气，有人呢去帮他助念回来会觉得非常的累，像我去帮人家助念回来都没有事啊，师父的心念力很强，我比你瘦，你虽然胖胖的，心念力很弱。心的力量很重要。第二个，那有没有这样发生呢？有，注意听，是这样。你起慈悲心，好，注意听。我去 A 这个居士，不管他病痛了，得癌症或是往生，我帮他助念。看这里，我起慈悲心去帮 A 这个助念，佛菩萨天龙八部一定护念你。那为什么有些人回来呢？会发生说气很不好，甚至有不舒服，甚至真的身体很不舒服。答案是你跟这个帮助的这个生者或亡者没问题，而是生者亡者旁边有很多幽冥界众生你没有看到，那你可能跟他旁边的一个幽冥界众生啊就杠上了。所以不是你被助念的这个人伤害你，你帮人家助念，不管他活着家属或死的本身人一定感恩你，是以慈悲心，你是跟他旁边你看不到的幽冥界众生，不管今生或过去结了恶缘，所以回来有些人会真的觉得不舒服。这时候请你念大悲神咒三遍或心经三遍，然后喝大杯水就没事了。下次要不要去？还要去，做菩萨摩诃萨，不要因为这样就不去。你要尽心尽力，为什么？三千大千世界，你听到他的名号，他会来求你，他就一定跟你有缘，知道吗？他一定跟你有缘，无缘渡不了他。那假如你现在有神通，看到他是你过去的爸爸妈妈，你去不去帮吗？一定去的。所以不要常常听莲友乱乱讲。还有，我去帮人家助念会背人家的业，天哪，那谁敢去帮人家念经啊？业是不能帮人家代替的。我说过，你不可能发愿啊，佛菩萨，我减我的十年，让我妈妈呢这个呢留长寿。我说你很孝顺，但是是愚痴的孝顺，
业是不能取代的。假如可以取代的话，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的功德力这么长，寿命那么长，那哇，帮全世界的众生取代，不就已经上去吗？老菩萨真的要动动脑筋，佛友跟佛友之间讲的不一定都对，就算法师讲，一定要有经论根据。我没有误会哈，我没有恶意，不是说新弘法师讲对，别人就、啊。我讲的佛法不懂，请你来问我，不要用我的佛法去挑战别的法师，那我下次就不来新加坡了。我是跟你们讲真话，因为你们有些人的行为没有恶意，可是你制造了很多麻烦，你让师父很苦恼，对不对？佛友还有今天也跟我讲，好，我昨天好不容易教你心量要观想大一点，我今天就听到一个佛友说，哎呀，我们初学的人功德力没有那么大，不能是太多人回向的，这个脑筋是有问题的，你哪是佛弟子啊？不是拜就是佛弟子，你要真正学习佛法，不懂可以谦卑的问。所以这位莲友你很谦卑没有关系，是啊，你念地藏经会昏沉，不，念地藏经念的时候很昏沉，回来的时候呢精神很好，那没有关系嘛，下次去念之前小睡一下嘛，这不是地藏经的问题，地藏经没问题，知道吗？是你身体太累了，也不要乱乱猜。第二个，假如你助念回来真的有点身体不舒服，对不对？甚至女众有生理问题或是各种情况产生，没关系，你就念大悲咒三遍，心经三遍，念大悲咒水，拜地藏王菩萨，你就会好起来。人与人之间直接有气的影响，但是你以慈悲心去帮人家念经，以慈悲心去救度众生，生的人感恩你，活的人也会感恩你，怎么会有人来惩罚你呢？还有业是不能够取代的，越能取代的话，那就很容易啦。大悲观世音菩萨念一次大悲神咒，千光王进驻如来念一遍，我们就全部都上去了。但佛法不是这样解释的，知道吗？这一点我是很真心的说，哎，希望佛友不要乱乱听，佛友跟佛友之间讲的不一定对，啊，你也谦卑一点。没有成佛之前，大家要多多学习。就算其他法师讲，你可以说师父我不太懂，请问你出自哪里经论，你解释给我听，我很愿意学习，这样的态度才是好，而不是呢，哎，东讲西讲，东说西说，对不对？然后呢，拿我的话去挑战别的法师，这样是破坏佛教的和合的。每一个来新加坡南传北传藏传的善知识，只要他是正知正见的善知识，他都是有修行的，他有都有学过很多很多的教法，相不相应你自己决定，但是不要乱批评人家，知道吗？有些人来介绍地藏法门，有人介绍观音法门，我也介绍普贤行愿品普贤法门，那哪一天我又来讲文殊十大愿呢？每一个菩萨都了不起啊，所以在二十八品法华经二十八品，在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我就正式公开赞叹弥勒菩萨。很多人讶异，哎，新弘师不是修净土的，怎么赞叹弥勒菩萨？他是下面一尊佛啊，起码我们都还没有学成佛嘛，赞叹弥勒菩萨是对的。我心里虽然发愿去极乐世界，但是所有的法门我都赞叹嘛，这样才叫做深入经藏，学习一切佛法。你自己有目标，但一切的佛法都是释迦牟尼佛所学的，所以新加坡的莲友真的佛法要再精进再精进再精进。我们台湾的莲友不会这样想，我很少问到台湾的莲友这样问，我不是生气你不要介意，只是说台湾的莲友他会跟定一个师父好好学，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学到东西了才会去参学，不像新加坡阿弥陀佛Dhamma shopping in the Dhamma shopping center。 其实你没有一样是学好的，对不对？今天我教地藏法，前面教观音法，后来一个莲友问我度母好不好，当然好，莲师好不好，好，每一个都好，问题是你对每一个都没有信心，你要念就念一个两个，专精去念，念个三年五年就会产生力量，不要东抓西抓的，好不好？对不起，新弘师是很酷的法师，
我讲话是很真诚的，或许有一点点得罪你，让你听到不高兴，请你多多包涵，大慈大悲悯众生，阿弥陀佛。好，我们念回向文，请翻开11页第14行，我们念印光大师的回向文。所以我讲经开了很多法门，是因为释迦牟尼佛本身就开了84000法，每一个法都是平等的，你自己选择，好不好？好。不过我相信各位来听地藏法门呢，一定是多生多劫，跟地藏菩萨也很有缘啊。好，请合掌。第14页第11页第14行，念印光大师所写的经简《地藏菩萨发愿回向记》，我念一句，你跟着我念一句。大事誓愿不可测，大事誓愿不可测，运杯周遍成刹国，众生静候是方休，地狱空时愿使习，地狱空时愿使习，受化多成无上道，至身由是生闻机，至身由是生闻机，只缘身佛性为一，只缘身佛性为一，欲令同获究竟际，好，阿弥陀佛，谢谢各位。好，关于这场若演讲结束以后，大约5月5号我会去马来西亚，我已经确定了马来西亚弘法呢中英文的资料已经上网了，哎，是我连夜赶着做出来的。所以有好几位连友问到说，你有朋友在马来西亚，第一站是在新山，第二站是在居銮，第三站在吉隆坡，所以且假如你有亲朋好友有缘的话，想要推荐他听经，请你耐心上网。那老菩萨不会上网的话，可以问年轻人，年轻人做佛弟子帮忙老菩萨，也可以上网对应来给他。好，今天讲经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明天见。好，各位法师，各位莲友，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好，今天是这次讲座的倒数第二天，明天呢会点灯，也会一起总回向，所以那我们现在把握时间，请翻开共修第一页，请看幻灯片。请合掌，跟我一起念三称地藏会上佛菩萨，把心静下来，一起念：南无地藏会上佛菩萨，南无地藏会上佛菩萨，南无地藏会上佛菩萨。我念一句，念一段，你跟着念：两足尊导师。慈心常普覆，安忍如大地，片除嗔恨心，具殊胜相好，庄严诸佛国，能以地慈悲充满一切土，永觉诸爱网如实善安住，舍诸清净国度染浊众生，本愿社会土成熟恶众生，起坚固正行久修诸苦行，久修诸苦行闻声悚惧心，
修诸世界忍及精进定慧，成共是无量佛菩萨声闻。